港督桂奕迅爵士在今午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英双方已经建成了谅解备忘录，赤立角新机场将会尽速兴建，预期于1997年7月1日大致完成。受到各项利好消息所影响，恒生指数今午终于冲破了4000点的心理关口，以4043点收市，全日上升了32点。银行加息之后，港元继续保持强势，美元对港元最低做7.725，是83年港元实行联系汇率以嚟的最高位。先生，方便啊，请开。Ladies and gentlemen, for the past 10 years, Hong Kong's banking business played a most significant role both in Asia and indeed in the world. The growth rate surpasses every region in the monetary sphere. Our establishment corresponds to the appreciated index. According to the government, it is 600%. That means we achieve an increase of 460 billion Hong Kong in our capital. To show how confident we are of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we are enlarging our banking facilitation network to over 100 branches. We are investing 250 billion into the building of the Summer Square. We believe in the principle of give and take. And most of all, we believe in the continuous prosperity of this community beyond 1997.
好笑住咪啫，使乜咁开心啫？见到我哋翻嚟有得翻啊！就系有得分咯，嗰啲嘢咧。喺度啦，榴莲系嘛？树上熟噶。炒啊炒啊炒啊！唔啱啊！啊，仲有鳄鱼肉啊，煲海底嘢，伊扯虾就最靓嘅。啱啊啱啊！巴宝你嗌阿老豆打紧鸡食咗之后咧，以后再闹你就唔会。仲有啦。仲有，数埋晒度噶啦，冇噶啦。系啊。冇。冇咪冇咯，好巴闭咩？喂，阿珍啊，等少你啦，咪呢样嘢啊。哇，新计数机喎，我都啱用啊，俾我先啦，你唔好用啊。四万，几人啫？喂我。哎呀。我都话你抵死噶啦。你笑。哎呀。阿珍啊。哎。计算机我买咗俾你啦。麦吉先咯。 上次嗰啲蚊帳啊，我叫你補你補咗未？得噶啦，已經補好曬噶啦。喂，馬拉哥啊，我真係唔知你點會有蚊帳嘅喎，穿到十幾個窿喎，補補補補到我眼都不埋啊！眼目嚇，你噏咩啊？我聽到耳朵側曬，真啊，眼蒙啊！係啦嘛，蒙蒙係啦，仲有啊，上次我借俾你嗰本英文拼音啊，你讀熟冇啊？ 都掹數曬㗎啦！呢一排啊，我晚晚個個重版，你知唔知啊？難力，考下你啦，英文十三點講啊？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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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你唔好話你啦，成日就要我哋唔帶你出古進打寫字樓工，你都咁容易啊？人哋有寫得有講得㗎，好似你咁啊，我哋而家仲不癲不癲啊，玩得冒請你麼？切，你好叻咩啫？我呢啲人講嘢就係咁論盡㗎啦，冇辦法，慢慢學。慢慢學啊，仲有得慢啊！阿健，咩啊？你幫我攞啲嘢入屋先啊？做咩啫？ 唔係，我有啲事，我我咩啊？你啊，翻親嚟屋企都係咁嘅面口㗎。係咯。嗱，淨係你家姐就我講，不過有我同馬拉仔扮住你咧，我擔保契媽就笑騎騎，唔會鑊撈咁嘅面對住你嘅。唔好再啦，快啲，快啲，入嚟啦，攞埋啲底。入嚟啊！喂啊，馬拉哥翻嚟啦喎。媽。 做咩咁眼翻啊？我咁眼翻就系为咗你咋？咁你唔知点解咧，啲榴莲酥妈都唔靓喎，帮你唔使失望。我几辛苦啊，反转成个古进士啊，都只揾到呢个特级榴莲王嚟孝敬契妈你嘅。嚟，你问下，你一问下，你问下，系冇向咧。你又冇嘢叻啊，就系把口最叻，识得氹契妈。我边度系氹契妈咧？咁孝敬契妈你系应该噶嘛，啱唔啱啊？ 嚟，我要去俾你食啊！妈，阿爸寄咗封信嚟。明知我唔识字噶啦嘛。阿爸话佢同舅父开间制衣厂咧，生意好好，所以好忙，年尾先嚟探我哋。啊，仲有幅相。 咦，细伯好似肥咗啲咯，梗系啦，人哋正式大富贵，好食好住。嚟啦嚟啦，醒慧嘢嚟啦，嚟睇下呢嚿好嘢，嚟俾你试下先。好正咧，快啲。好咧，阿妈，我上次买翻嚟啲插苏啦。你搵插苏做咩？冇，买咗把新嘅电风扇翻嚟。 同埋啲电器蚊香，人哋想试下啊嘛。样样都电器，你咁矜贵啊，走住大酒店住大洋楼啦，翻嚟啲地方系咁多蚊噶啦，你估电都要平咩？妈，梅姨啊，你唔好误会马礼高啦。其实咧，佢买嗰啲嘢翻嚟系俾你用嘅啫，佢哋又唔系成日翻嚟住嘅。系啊，契妈。哦，费事啦，我哋啲贱骨头，几时用得惯咁高级嘢啊？ 阿契妈唔用就算啦吓，诶，做乜今日唔开档啊？搵小好多女嘅喎。系啊，要啊，不过等埋你先啊嘛，又等我咁耐。诶，开档，你帮手啊！帮手，嚟。
小心点啊！哇，今次点多啊！阿蛋啊，你唔好去啦，咪阵间你阿爸又话你帮我做嘢，唔帮佢卖鱼。切，费事睬佢啊！大哥啊，你嚟帮手啦，快啲啦！人哋大少爷嚟噶嘛，对手好矜贵嘅，我出得几多女人请人帮手？大哥，叫咩啊？吓？ 喂喂喂，有冇啊？先和我签八十五十啊！我有，我搵俾你啊！有得装陈总啦吓！咩？冇嘢睇啊！冇嘢睇嘅，搞咗啊！关你咩事啊？冇嘢睇啊！冇电啊！ 咁早收档咧？咪多得你大少爷好大气咯，档口嘅电视机、录影机啲线窿中烧晒，安落晒啦你而家。哦，系咩？啊，我唔知呢把神嘢咁食电喎。你啊，正一有破坏冇建设噶。妈，而家有咩咁大件事啫？最多我咪听朝帮你攞啲录影机出去古镇度整翻好佢咯。整，而家唔使镭啊，起码都要十几扣啦。 你阿妈我啊嗌到声都沙埋，十个手指头刮晒啊，都未赚到啊！我而家又冇话要你出镭。哈，而家你巴闭啦，叻仔啦，大富贵。阿妈，本来我做仔嘅咧，真系唔想同你嗌霎噶啦，但我觉得你越嚟越过分喎。其实我次次翻嚟都系想大家开开心心啫，但我每做每一样嘢咧，你都觉得唔顺眼嘅。咁你又睇得我何尝有样嘢顺眼啊？我有咩求你啫？ 净系求你唔好去永业银行树打工，咁简单啊！你有冇听我话啫？我唔系唔听你话，家阵而家我去永业银行打工有咩唔啱啫？又唔系杀人放火，我问你点解唔俾我去，你又唔肯同我讲。你唔需要知道点解，我系你阿妈，你系我养大嘅。如果你系孝顺我嘅，就听我说话去做。我又唔信啊，唔打永业嘅工就冇嘢做。咩？欢欣啫，欢欣又唔见佢做乞衣。你横崩崩嘅。你讲咩话？妈。 我今年过埋生日，我廿九岁噶啦，我几日前发生咩事，我咪有权知道先。你啊，成日唔准我去永业打工，但阿爸话我知永业个董事长系我爷嚟嘅，咁究竟点解先？系啊，你阿爷大把钱，大有钱佬，大老细，咁点啊？你想黐人金康，博分身家？我睇你啊，而家越嚟越似你阿爸，贪慕虚荣，好高骛远，冇好人做噶你。系嘛？妹啊！ 哎呀，马拉糕，你哋嘈乜嘢啊？马拉糕啊，你又系嘅，我都话你噶啦，唔好下同契妈嘈啊嘛。马拉糕啊，系有阵时契妈系野蛮啲。你收声啦，见人就讲人话，见鬼就讲鬼话。我佢而家出咗去啦，你又话佢野蛮，见到佢啊，依班人，哎，马拉糕啊，我唔同你啊。 你同契妈话晒新生仔乸，我都唔知边个石头爆出嚟嘅。如果唔系得佢老人家收留我，我得咁大咯，得罪佢用咩？佢不我出门口噶？你乜都有藉口噶。嗱，我话你知啊，你都有份喺荣业打工噶，系我帮你瞒住佢嘅啫，你冇激嬲我啊，我穿你煲噶。唔会嘅，你不嬲都唔同锡我噶嘛。 我哋两兄弟嚟噶嘛，你点会穿我煲咧？系咪？咪黐线共啦！诶，啊，你咁近啊，多啦吓，多啦，等啦。
身中。你买过没有？喂，我发觉你哋咧呢个神情咧，同佢真系有几分似。切，佢系我阿爷嚟噶嘛，我梗系有几分似佢啦。文玲，做乜鬼咧？今日班友咁早嘅，咁啊最迟我哋两个做嘢啦。阿俊，文英。Morning, Mr. Sorry, we are late because the traffic in Kuching is very busy. 老伯，啊，咪话我唔提醒你哋啊！香港总行 GM Mr. 张文杰嚟咗度巡视，你哋做嘢小心啲吓。Sure. 啊，仲有啊，张先生今日喺酒店开个 party， 所有职员都参加，你哋着得整齐啲。Okay. Sure. Be careful. Thank you. Okay. Goodbye. Thank you. 另外一个。总经理系董事长个仔，咁计埋咪你阿叔？你错啦，唔系我阿叔，系我二叔。佢同我阿爸唔系同一个妈妈生嘅，不过都好亲噶啦。咁计埋我咪契侄。我而家介绍嚟自香港总行嘅总经理蒋敏杰先生。总经理助理方舒婷小姐。各位同事，蒋经理有几句说话想同大家讲嘅。欢迎马来西亚嘅同事，你哋喝噃。喝。你哋喝啦。但我唔係叫喝噃，點解唔係叫喝咧？因為呢度嘅分行嘅業務麻麻地，開支緊夠平衡，賺唔到累。但係而家我仲要拎筆累出嚟喎，咁我有咩辦法喝咧？點解拎筆累出嚟？就為咗銀行嘅業務蒸蒸日上，提高大家士氣。我準備今年年中加薪一次。為了大家今天玩得開心一點，特別增加一項抽獎節目，希望大家幸運。大家不要開心的，抽獎和做事一樣的，有獎也有罰，抽到獎固然之開心，但是抽到罰的千萬不要拉數，大家同不同意？同意。好了，既然大家同意，那現在開始抽獎了，看看誰是今晚的第一位幸運兒。第一位幸運兒是阿都娜小姐。而家最後剩翻兩位幸運兒，張俊先生。大家同衷喎，恭喜你。Thank you。張俊，張俊，呢個名好特別。希望你做嘢同個名字一樣。Thank you。咦？你雖然姓蔣啫喎，但未必係蔣喎，可能係佛都未定嘅。哇！我唔敢睇啦，你自己讀俾大家聽。名貴相機一部。Thank you。而家剩翻最後一位幸運兒，呢位幸運兒唔係分行嘅職員嚟喎。總經理，我哦唔係我，我冇咁幸運。呢位幸運兒係方舒婷小姐。呢個獎好特別㗎，係佛嘅大獎，就係跳馬拉舞。咁我話冇 partner， 咁點跳啊？哦，好簡單啫，在座個識跳啦。
邊個肯自動做方小姐嘅 partner 咧？總經理，我哋蘇媽都唔想跳，我哋想睇總經理跳。好啦，既然大家咁想面嘅，我就做方小姐嘅 partner 啦。Sorry 啊，班同事咧好關心啊，總經理就叫我哋兩個做代表問候下佢。總經理冇事嘅，休息啊。你唔好阻住，你哋翻去先啦。好啊，我有同我長生傾啊。哦，係，總經理，有咩吩咐啊？我暈嗰陣聽你叫我二叔噶，做咩而家叫我總經理？你聽到我叫你啊？呢個世界真係細啊！我當初聽到你個名嗰陣，仲以為同名同姓，估唔到原來真係。我哋兩叔侄可以講咧，真係有緣千里能相會咯。總經理，飲杯水好嘛？好啊。我今次除咗開會，仲想見下你同你阿媽嘅，但你阿爸又唔俾地址我，話你阿媽唔高興。二叔，其实我哋屋企以前发生过咩事啫？阿爸同阿妈好憎阿爷噶，连提都唔准我提。啲嘢我唔系几方便讲。你阿妈唔中意提，有佢嘅苦衷。黎永业做咗几耐啊？你阿爸冇同我提过啊？佢哋唔赞成我喺永业做噶，系我自己考入去嘅。咁做得开唔开心？千差啦 ，so far so good。做咩講得咁勉強？你唔知噶啦，喺古晉咁嘅地方，啲銀行好難搞噶，尤其是喺永業，我覺得太過保守。永業俾你講到簡直一文不值。如果你係總經理，有咩鴻圖大計啊？我係總經理，我如果我係總經理咧，第一我就會將成個沙勞越州所有嘅鄉鎮咧 group 埋一齊嚟發展銀行嘅企業。鄉鎮企業？嗯。沙勞越好多地方好偏僻噶，嗰啲人連銀行係乜嘢都唔清楚。唔驚噶，其實做銀行最緊要眼光要放遠啲啊嘛。啊得啦，有咩妙計嘅，小雲報告俾我。哦。呢份計劃書我睇過啦。點啊？唉，冇咩事，我翻出去做嘢。啊，咪住。睇個樣好似好唔服咁啊，點解唔搏我？後生仔俾人話兩句冇曬心機，如果要做大事咧，除咗腦筋之外，仲有勇氣嘅。份教書好啱我心水，所以英雄所見相同。真嘅？今次我嚟沙勞越嘅目的，除咗發展業務之外咧，仲要發展鄉鎮企業。地圖有目標嘅地方就係我要發展嘅，包括你鄉下雙溪阿坡。雙溪阿坡都有份啊！馬仔。喂，唔係啊嘛，見到我冇呢表情嘅，係咪好唔想見到我先？唔係，本來今日我心情啊，仲好靚添啊。不過咧，一諗到翻屋企咧，就好似發惡夢，係唔係咧？不
怪你今次錯啦喎！我保證你今晚翻屋企一定舒舒服服，一覺瞓到天光，好似豬咁冧啦。點解？點解？因為你媽媽去咗同人哋執日子，起碼兩個禮拜先翻咗嚟啊！咁我搞錯啊！幾十歲人，仲去跟人摘椰子，山長水遠唔得嚟做咩？你唔係唔知噶啦，你媽啊一分鐘唔做嘢都唔得噶啦。咁好地地咪租緊錄影帶俾人睇嘅咯。切！你知唔知啊？前嗰排啊，嗰啲包行商係冚翻板底啊，仲敢開檔咩？許總話都唔知係唔係你報警嘅喎？咩話？佢真係咁講啊？係啊。擺陣啊，仲企喺度幫手攞嘢啦。喂，做乜嘢啊？你哋今次就係咁多人翻嚟嘅。你小心添啊！裏邊帳簿有，計數機又有，唔掂得水噶。咁你嚟邊班嚟呢啲做乜嘢啫？講你唔知啊，馬拉高今次發達啦，總經理睇得起佢啊，佢翻嚟搞辦事處啊，佢話咩都俾佢揸曬主意。周日文，眼雞。快啲揾路走啊！一陣咪咪叫我幫你哋，鬧死我噶啦！快行呢邊啦，快啲啊！你哋馬拉高啊，你掟噶啦！嗱，有我馬拉掌喺度咧，你嗰間辦事處啊，包你唔會怕烏蠅嘅。嗱，我一於同你牆起佢，我啲親戚朋友啦，熟嘅唔熟嘅，我冚唪唥叫佢哋攞曬啲錢出嚟擺喺你嗰度啊！咁啊，算你夠朋友。喂，馬拉高啊！系总经理叫你揸主意请人噶嘛，就请阿盏帮手咯。佢咁冚打仔接流工，咁啊，好都好啊。你真系肯请我啊？谂落都系唔好啦，迟下先啦，吓，迟下先啦。喂，马拉高，点解啊？啊，佢啲英文差，你知咧，我哋成日要同总学嗰边联络噶嘛。如果俾人听到佢啲英文成日 fitting fitting 咁样，吓死人咩？由細玩到大，俾個機會佢咯。俾個機會佢，得就係熟字弊啊嘛。我費事俾人話我呢個主任徇私啊。哦，咁係，咁係。仲有啊，馬拉雞，一世人啊，兩兄弟啊，咁正我哋事業嘅第一步，起底你加多幾錢肉緊，千祈唔好衰俾人睇啊。得啦。你睇你個衰樣啊！你睇平時就大笨象，面皮咁厚，啊一話唔請你做寫字樓工啫，嘴都扁埋，面口都揦曬，玩你咋？請你做啦！哈好啊，你兩個死嘢啊！咩你啊！啊真冇啲規矩，仲唔怪得叫主任，仲要買定罐鞋油啊，幫主任擦乾淨對鞋啊！副主任都要啊！係咩？唔係咩啊？擦鞋啊嘛，冇問題㗎。等阵啊！我嚟擦鞋啦！銀行度儲蓄，睇下聽日有幾多錢先。假，真係一鳩嚟一鳩啊！IC number， 03313。K 03131。
喂，馬拉糕，快啲啦！我趕住翻工噶。sorry 啊。永遠靠我，唔好走啊！聽我哋講啊，Kim 媽。Kim 媽，估唔到你兩個都咁唔聽話。明知我最憎人喺永業做嘢噶嘛。唔係啊 ，Kim 媽，唔關我事噶。一日都係馬拉糕咋，佢話冇人幫手喎，唔幫手你冇兄弟做，咁你叫我點啫？嚇 ！Kim 媽 ，Kim 媽，你聽我哋講啊 ！Kim 媽 ，Kim 媽 ，Kim 媽。梅姨，隔你平啲啦，两扣四。咩话？两扣四，使唔使咁贵啊？啱啊，白鲈鱼半斤啊嘛，斤半咪两扣四咯。呢条乜鱼啊，拎上手啊，都知道系唔够斤半啦。就话称啫，咁系冇咁重啊嘛。我自己称过。称咩啫称？我始终喺度摆到摆咗廿几年，都冇人话我称嘅。咁我唔买啦。喂，佢唔买我鲈鱼绑好晒，边个买啊？咁你而家系唔够称啊嘛，叫我点买啫？咩事啊妈？阿振，你嚟得啱啦！你话你阿妈都横崩棒嘅，你话我介绍咗几多人去你银行嗰度存钱啦，一整先少少啫嘛，就喺度趌蕉喎。妈，咁你又唔啱先啦，或者大家隔篱邻舍嚟噶嘛，嘈咩咧？蛋鸡啊，条鱼几多钱啊？我俾啦，两扣四噶啦。衰仔嚟嘅，而家系佢呃我嘛，帮住佢。喂，俾钱得噶。啊！妈，唉，怪之得人哋话无仇就不成父子。我谂我同我阿妈咧，都系前世捞乱骨头。唔系我话你啊，马拉糕，你已经算好幸福噶啦。好似我同马拉鸡，几想搵个阿妈，可以有时闹下都冇。自闭我呢个阿妈就零舍特别嘅。人哋嘅阿媽啊，梗係望個仔望子成龍，啊望個仔有前途啊！我阿媽就唔係嘅，啊佢情願個仔咧成世屈咗喺個水鄉嗰度，啊一啲前途都冇，佢唔計較嘅喎。佢至啱咧就係跟埋佢揦住張帆布牀，夾住啲籠仔，周圍租俾人咧，咁啊至啱。又唔係咁講嘅，梅姨咧只不過係想一家人平平靜靜、安安樂樂咁過日子咁噶嘛。佢幾廿歲先可以過呢啲平淡嘅日子啫。唔代表我可以過呢啲平淡嘅日子噶嘛，我有自己家堅嘅前途啊嘛，開口埋口都鬧我貪慕虛榮、好高無緣。貪慕虛榮有咩唔好啫？只要憑自己嘅良心、憑自己嘅實力去爭取翻嚟嘅嘢，有咩唔好先？點解我爸改我名叫蔣俊，都係想我成人蔣俊，做嘢要有上進心，啱唔啱？總之我喺永業做咧，我阿媽成日睇我呢樣唔啱，嗰樣唔順眼。我又冇諗過話佢知人哋金康，知人呢樣，知人嗰樣，話靠咩裙帶關係？我而家係正正式式靠我自己嘅實力考入去永業做嘅喎，而家我升到做主任喎，係靠家己嘅本事嘅喎，冇靠任何人嘅喎。咁我媽應該戥我開心，戥我驕傲先係嘅。佢又唔係嘅，佢係唔開心嘅，喺呢度搞到好似冇仔乸做咁樣。唉，你話我激唔激心啊？買陣你話啦，你話係咪先？唉，馬拉糕啊，你露宿花雨未啊？你睇下，一天都黑實噶啦，翻屋企好冇？翻，要翻你翻先啦，我喺度食風。好啦，咁我翻去先咯。如果唔係，阿爸要鬧死我噶啦。阿爸，得得先你啊。今日有啲唔妥喎，系嘛？
我就叫幾多唔掂啊！我成股身家都儲曬落去㗎。喂，家文唔好講笑啊，快啲翻屋企啊！叫我阿媽翻嚟攞翻啲女出嚟啊！係啦，我都翻屋企，叫我家人攞曬啲錢。係啊，快啲啊！等雞，等雞，等雞啊！唔掂啊，唔掂啊！阿馬拉糕搞嗰間咩永業啊？ 点做咧？呢间办事处虽然好细，但系消息好快，佢传到古晋吉隆坡，甚至香港。呢个系毒疮嚟嘅，一定要阻止个蔓延开。马拉哥，你系边度啫？好多人揾你噶。马拉哥，喂，到啦，捉笔就笔啦，捉笔得啦。 有事慢慢講啊嘛！唉，呢霎時之間啊，要攞翻曬所有啲錢，我邊有咁多現金喺度啫？哦，冇錢即係呃我哋啫！ 你睇唔睇到啊？嗱，呢份咧就系永业淡江银行旧年嘅年报嚟嘅。嗱，苏妈睇到啦。嗱，我哋银行嘅总资产值有成3000几万马拉子噶嘛。你哋窿中存喺我银行嘅钱，只系得20几万，我点会冇钱俾翻你哋咧？你哋放心啦。咁即刻俾翻晒啲钱我哋啦！俾翻晒我哋啊！俾啊！俾啊！俾啊！你听我讲。 全世界銀行咧，佢哋唔會咁蠢，唔會將啲累咧擲曬喺銀行嗰度嘅，最多咧只係留翻30%俾平時嘅用嘅啫，其他嗰啲錢咧，窿中攞曬去投資㗎啦。咩話？我哋真金白銀存喺你嗰度，你自把自為攞曬去投資。係啊，咁你真係唔啱我哋啫，買多你攞翻啲錢。你有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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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
嗱，我同你哋講，冇錯，你哋係真金白銀將啲女等落我銀行，但係我哋銀行亦都有將啲女借俾你哋嘅噃。嗱，蛋雞，你話你窿中等咗幾多女喺我哋銀行先？600扣啦。嗱，600扣啊嘛。嗱，阿富，你快出嚟，你話俾大家知，我哋銀行借咗幾多女俾你？10000扣咯。嗱，我哋銀行啊，10000扣都信得過佢。你就600扣都信唔過我哋，咁點痛先？係嘛？嗱，阿富，如果而家銀行窿中要你將啲女還翻曬出嚟，你點先？喂，馬拉哥，你唔好嚇我啊！啲錢我冚唪唥都買曬預算啦。如果我即刻還曬啲錢俾你，你只係叫我吊頸啫。咁咪係咯，道理咪一樣。如果你哋蘇媽要喺我哋銀行攞曬啲女出嚟，霎時間啊，我哋咪一樣吊頸都唔掂。啱唔啱啊？嗱，我仲記得我細個嗰陣同我媽係摘椰子，摘咗椰子翻嚟，你哋嚟攞貨啊！你哋唔夠現錢，咪赊住先咯。我哋龜啊都唔使你哋畫一隻啊，點解啊？
係因為我哋係街坊，我哋係鄉里，只要見口就晚見面啊嘛，隆重好似一家人咁。蘇媽都係講個信字嘅啫，係咪啊？啱啊嘛。唉，嗱，我嘅真心説話講曬嘅，你哋信唔信係由得你哋。如果你哋係要攞翻曬啲女嘅，唔緊要，我只係求下你哋，求下你哋通融下，只係攞翻30%先。其餘個女，我應承你哋，聽日即刻喺古俊嘅分行運過嚟俾你哋，好唔好？啊，好唔好？其實我老婆下個禮拜先生啫，咁求其有得俾咪得咯。嗯，俊媽。唔使咁頻臨喎，永業冇事啦。係咯，睇落阿俊冇理由呃曬我啲女嘅，放心啊，冇事噶啦。放心啦，冇事啦。阿婆啊，慢慢行啊。好。